没有。你有，你脸上有痘痘，这里没有。那是因为太远了，然后我遮的还可以吧。你有，好，这里是有，这里是有，这里是我这个公司直播室有。就是离得比较远，我近了它就会有了。反正有点作假。老师，这种话真的，踩踩。不不不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不是那个货卖的是真的，脸上痘痘也是真的。是是，我老师，我每天在直播的时候，我卸妆给他们看我痘痘，我的粉丝都知道。但是你这里很好看。因为这个是在公司直播，没有那个就是整个很专业的打灯环境。你这是你们公司吗？这哪是公司？这是仓库吗？不是。这哪是公司？这是仓库吗？不是。这。觉得你应该就常年各地飞啊，然后皮肤就会容易敏感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也是这样的，我有些油性肌肤，我也很爱长痘痘，所以你会觉得啊，没关系，对不起。不，我在说话，我不说话了。好，可以抱抱狗狗吗？可以吗？他困吗？他会累吗？你会辛苦吗？他就是每天都在营业啊，就是每天都很困，每天很困，你怎么困了，狗狗？怎么了？你是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擦一下嘛，就我刚才擦过粉底液的纸，没有啦。来聊一下，你也是干皮，然后呢？我是油皮。哦，你是油皮，嗨 ，sorry， 原来是油皮、啊，好，没关系。我真的，小助理你来吧。好难哦，好难哦，好难哦。他刚刚不让我说话哩，这是我的直播间，他不让我说话。这是我的直播间，他不让我说话。千万不要难过，不要忧伤。115的我还是非常的开朗，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，你就是美丽。你这么美丽，你这么好看，在李佳琦的直播间买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东西，吃的开心，用的开心，穿的开心，看的开心，看琪琪的小品开心。我们人生就是要开心，没有人可以来那个说，哎，你胖了或者你不好看，没有，只有我自己可以说，你不可以，你是美丽的，告诉 everybody， and everybody 也必须这样告诉你美丽。好了，哎，9:45了，你该睡觉。你真的拥有最好的，因为我时间到了，因为我是算钱的嘛，如果多了的话就算加班，那品牌方也不会给我钱，所以呢我必须到时间我就要走，原谅我，因为我最近赚钱不容易，疫情期间有一些工作，希望大家好好照顾我，走了，不耽误李佳琦后面的时间了，后面的宝贝也要买起来了，走了，妹妹妹，快点，拜拜。我太难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所以你是舍不得下班咯，真的拜拜，这太可爱了，宋姐把我吓一跳，我说他进来干嘛，我以为他要抢我的狗，对，我也是，哎，你还不走，为什么最近女明星都很爱上班，你们是在家里面真的宅疯了吗？我们马上加货给大家，我们把50000组全部加给大家，数量记得填2，好不好，数量记得填2，数量记得填2，给你留的。这个小馒头你家可以吃一吃，这个很好吃，所以你想吃面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可以你怎么又来了？对，拿回去煮，拿回去煮。你还想要什么？自己在上面选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去超市自己选，自己选。哎呦，然后海又来了，太可爱了。临走之前又再去拿点零食走。